各位菩萨，大家春节好，阿弥陀佛。下面我们继续讲《佛说弥勒大乘佛经》。弥勒佛是贤劫一千佛当中的第五尊佛，本师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。释迦牟尼佛虽然在人间实现涅槃，但是在整个娑婆世界仍然是教主。在色究竟天上，他用报身仍然为地上的菩萨讲法，而千百亿化身时时刻刻还和娑婆世界所有的众生在一起，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教化众生。一直要等到弥勒佛示现成佛之前，才示现报身涅槃。有人问：释迦牟尼佛涅槃以后到哪里？一切佛在成佛之前所发四弘誓愿，以及各自不同的别愿，都是度化众生无有穷尽，会到另外的世界继续教化众生。有人说，为什么不在这个世界继续示现呢？正像本师释迦牟尼佛弘法度众，大概只有50年左右一样的道理，因为众生根性下劣呀。如果诸佛常住于世，对众生并没有好处，因为众生心里就想不着急，下一世再学佛不晚，或者不着急，再过百世、千世、万世以后学佛也没有关系，反正佛也不入灭，永远在，他就不学佛了。现在我们都有这样的人呐，没有苦难逼迫都不学佛，他用时间都去享受世间的所谓福报，不少的人都是由于遭遇了不幸，感叹人生的无常，所以才有可能学佛啊。所以我常说啊，大家要学佛，赶快学，不要等待；大家要出家，赶快出家，也不必要等待。因为你等到最后，你还是要学佛，你不学佛怎么能成佛？你等到最后，你还是要出家，你不出家怎么成佛？所以呢，居士要经常受八关斋戒，一旦有机会就受，种下将来能够出家的因缘。这一世之所以不能够比较顺利的出家，以往恐怕没有很好的受八关斋戒啊。这大概是诸多原因当中的一种。下面我们来讲《佛说弥勒大乘佛经》的第13讲，也是最后一讲。佛说予以尊者舍利弗，尊者阿难，即从坐起为佛作礼，胡跪合掌。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当何名此经？云何奉持之？”听这样的说法呢，这个经就到流通分了。释迦牟尼佛在上一讲当中讲啊，与会大众都应该努力精进的修行。
发起清净心来修筑善业，而不要用染浊心来修筑善业。所谓清净心，就是于世间无所求的心。于世间虽然无所求，但是却要上求佛道，不能于佛道也不求。如果能够这样修行，在未来世就能够见到弥勒尊佛，必定得到度化。佛说完以后，尊者舍利弗、阿难他们就从座位上起来，为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，然后胡跪合掌请教佛陀，说这一次讲的这个经典应该叫什么名字，我们应该如何奉持。佛告阿难：汝好意持，普为天人分别演说，莫作最后断法人也。此法之要名一切众生断五逆种，净除业障、报障、烦恼障，修习慈心，与弥勒同行，如是受持。这个名字比较长，中国人喜欢简单的，往往一个很长的经名就截下来一段用，甚至短的也要再短，只要能短最好，短到最短。好比说佛说阿弥陀经，我们一般人叫阿弥陀经，甚至有的人说叫弥陀经，因为中国人喜欢简单。这么长的名字啊，大家选择的时候我就选择了那个最短的名字。但是佛说一切经典的名字都是表法的，比如说这个名字，一切众生断五逆种，我们把它分隔开来讲其中的义理。因为如果不断五逆种，必定堕入无间地狱啊！首先断五逆种，不堕无间地狱。净除业障、报障、烦恼障。业障是什么？业障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造作形成的种种障碍。报障就是由于往昔造作诸恶业，这一世得到的种种果报，比如说生在边地下贱，或者呢六根不具，或者生在人间，或者生到三恶道，这都是叫报障。生到三恶道很难学佛了，生到边地下贱也可能不闻佛法，如果六根不具也不能听闻佛法。所以这些呢都叫报障。烦恼障就是在生活当中啊处处烦恼啊，不能跳出烦恼的樊笼，被烦恼所束缚。五浊恶世的众生都在烦恼当中打滚呢，出不来，能出来的都不是一般人。所以在经典里边说，能够念佛听到佛号受感动的即非凡人，不是一般人呐。所以各位佛弟子要珍重，要知道自己不是一般人，要接着前世的修行继续往前修学。所以如果能够受持读诵书写为人演说这一个经典，就能够帮助净除业障、报障、烦恼障。这个经名的另外一个内容叫修习慈行，修习慈心与弥勒同行。因为弥勒佛他修行的重点呢
是修大慈。大慈的意思就是给一切众生以欢乐。有这样一个故事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姨母菩提耶舍，他把释迦牟尼佛从小拉扯大，非常有感情啊。在出家以前，比较多的还是世间的这种情爱。自己拉扯大的小孩子长大出家学道成佛了，所以姨妈亲手做了一个非常华贵的袈裟要献给佛。佛说啊，请你把这领袈裟供养其他的比丘。他姨妈心里边很不高兴啊，心想啊，我是辛辛苦苦专门为你做的。但是佛想啊，如果他只送给我，完全是处于私人的感情啊，这个福报很有限的。如果能够平等布施，送给平常的比丘，他的福报就大得无量无边。他这样给姨妈一解释以后，姨妈就很高兴了，啊，所以法是需要解释的。即使是释迦牟尼佛的姨妈也需要解释。解释完了以后，姨妈很高兴，捧着袈裟呢，就供养比丘。哪一个比丘都不接受，不敢接受，那个袈裟金碧辉煌，好得不得了。大家都不接受，走走走，走到弥勒菩萨那里，弥勒菩萨很欢喜就接受了。为什么弥勒菩萨接受？弥勒菩萨大慈啊，让姨妈高兴啊。要是大家都不接受，佛也不接受，哈。这佛的姨妈多么伤心呐！弥勒菩萨当时随释迦牟尼佛出家修行啊，他不是长得现在大腹便便的那个样子，非常的庄严，身形又高大，具足32相啊。所以当时他就把这个袈裟穿上了。穿上以后就显得更加圆满无瑕，大众看到非常欢喜，释迦牟尼佛的姨妈看了以后也高兴啊，欢乐。所以呢叫慈氏啊，弥勒的意思是慈氏。由于能够修习慈心，因此可以与弥勒同行，应该如是受持，这是第一个经名。第二个，一名一切众生得闻弥勒佛名，避免五浊世，不堕恶道经，如是受持。大家看这个经题啊，一切众生如果能够听到弥勒佛的名字，在座的大众都听到了，而且透过电视，凡是听到我讲这部经典的时候，大家也都听到了。平时大家开法会，有的时候也会念到，不过那个时候是念的弥勒菩萨，当然也有功德。但是在过年的时候，春节的时候开弥勒法会，念的
有弥勒菩萨的名，当然也有当来下圣弥勒尊佛，有名有佛名。只要能够听到佛的名，就有无量的福报，何况能够自己称名。所以我们念佛出声音有出声音的好处啊，我们念佛出了声音，其他众生就能够得闻佛名。除了其他人能够听到，还有一些动物也能够听到，当然鬼神天人也可以听到，他们都能够因为我们念佛而受益。如果能够听到弥勒佛的名字，一定能够免除五浊恶世啊，不堕恶道。经典里边有很多这样的说法，我们听了以后如果坚信，那就真的能够如经所说，比如说这里就可以免除五浊恶世，就可以不堕恶道。大家想，听弥勒佛的名字怎么就会有这么殊胜的功德？因为佛的功德不可思议，佛名号的功德也不可思议，我们不能够用凡夫平常的思维去理解。我们看一看周围的人，那么多人不听佛名，不学佛法，不愿意舍弃杀生，不愿意吃素，你就知道了。凡是愿意听佛名的人，能够听到佛名的人，这个人他就一定和佛法有缘呢，有缘就多少一定会修持，或者跟随参加法会，或者放生，他就有了福报。有了福报呢，今后就能够感得弥勒出世。弥勒出世哪有五浊恶世啊，就不是五浊恶世啊。在人间受弥勒佛得度，当然就不堕恶道。第三个名，一名破恶口业，心如莲花，定见弥勒佛经，如是受持。如果常念弥勒尊佛，能够破恶口业，因为你念弥勒佛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再骂人，你就不会说不好听的话。如果你心里有弥勒佛，弥勒佛修大慈心，愿意拔济一切众生，当然也不会恨众生，也不会骂众生。心如莲花，花朵开放，谁见谁喜欢。所以我们应该常常的微笑，让别人看到你以后产生欢喜心。要想常常的微笑，心中就要微笑。有的人呢，把过去小小的一点烦恼抓住不放，弄到自己每天愁眉苦脸，而且跟人喋喋不休，说自己那一点点烦恼好像天要塌下来一样，说着说着就要哭起来，心量不够广大。你想想天下还有多少众生受苦，你那一点苦算什么？你应该广行慈悲啊，去帮助众生，你的心量扩大了，而且你要视线微笑，心中笑，口上笑，脸上也要笑，这样才能和弥勒世尊相应啊，也才能和极乐世界相应啊。所有的佛现的相都是微笑的相，我们应该向佛学习，向菩萨学习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将来一定见弥勒尊佛。所以这个名字叫破恶口业，心如莲花，定见弥勒佛经，应该如此受持。下面一个名字，一名慈心不杀，不失肉境，如是受持。
前面我们讲过，往昔释迦牟尼佛曾经做过兔王，为了能够供养一位没有化道缘快要饿死的修行人，这个兔王投身到大火当中，愿意用兔肉来供养，结果这一位修行人就是未来的弥勒尊佛。他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啊，发誓永远不会再吃众生肉，而那个兔王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因此这个经典也叫慈心不杀不食肉经。大家修净业三福，上来就讲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所以一切佛弟子，不管你是南传的北传的还是什么传，只要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也不论你是在家的出家的，都不应该吃肉啊，都要断肉，不要羞羞答答，要干干脆脆，断得干干净净才可以。因为一切众生都和我们曾为六亲眷属，都曾经是我们的父母子女，我们怎么能够忍心吃他们的肉呢？我们修学佛法就是为了救度众生，哪有救度众生的菩萨还要吃众生肉的呢？怎么能够把吃众生肉叫做方便度化众生呢？下一个名字，一名释迦牟尼佛以一为信经，如是受持。因为释迦牟尼佛把法衣衣钵交给把衣交给大迦舍，让大迦舍一直等着不能入涅槃，在灭尽定当中，但是不能入涅槃。等到弥勒佛下世以后，把这个袈裟交给他，因此这个经典也可以叫释迦牟尼佛以一为信经。下面一个名字，一名若有闻佛名，决定得免八难经，如是受持。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若有闻道佛名啊，决定能够得免八难。我们平常说八难三途，或者三途八难。八难究竟是些什么内容呢？生老病死三恶道，加上佛前佛后，当然要仔细说，还有生到边地下见六根不足。乃至生到长寿天不闻佛法等等。为什么说是难？因为没有办法学佛法。所以不学佛法，你就算生在这个世间，你六根具足得道人生也是难呐。不学佛法的人一定是受难，是受难之人，没有福报。不管你现在有钱没钱，长得如何，地位多高，都是无福之人呐。因为明明佛法在世间，你却不学啊，多好的机会就这样过去了。我们看到以后感觉到真是太可惜了。如果能够听闻佛名，就能够免除八难，以后能够得遇佛法，遇到佛法以后三归受戒修持，今后必定能够解脱并且成佛。一名弥勒成佛经，如是受持。所以这个经典呢，就选择了最后最短的这一个，叫做
佛说弥勒大乘佛经，介绍了弥勒佛将来下生成佛的种种情况，也介绍了弥勒佛如何三会，龙华三会教化众生，介绍了弥勒佛如何入涅槃等等，介绍了如果我们听闻这个经典，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，有些什么功德？下面是最后一段。佛告舍利弗：佛灭度后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天龙八部、鬼神等，得闻此经，受持读诵，礼拜供养，恭敬法师，破一切业障、报障、烦恼障，得见弥勒及贤劫千佛，三种菩提随愿成就，不受女人身，正见出家得大解脱。说是于已，施诸大众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礼佛而退。佛对舍利弗讲：佛灭度后，就是说，我本师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，那么佛弟子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以及护法神天龙八部等等，如果能够听到这个经典，能够受持读诵、礼拜供养，并且恭敬讲经说法的法师，就能够破一切业障、报障、烦恼障，不但能够见到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而且能够相续见到贤劫千佛。所以这个经典呢，听到以后就有这么大的功德，而且三种菩提，声闻菩提、缘觉菩提、佛菩提，随愿成就，永远不再受女人身，而且能够正见出家，证得大解脱。佛说完以后，当时大众听佛所说，都非常欢喜，然后礼佛而退。好，我们所讲的《佛说弥勒大乘佛经》就到此圆满。